听话啊！你要是听话，就让你跟你娘睡。那娘呢？娘去外面还没回来呢。哎，惜春，回来了。哎，你们两个怎么还不睡啊？他等你要跟你一起睡啊。乖点听话，赶紧跟爹睡觉去啊！娘，我要跟你一起睡。 惜春，你就跟他一起睡呗。走走，跟娘睡。哎，快快快，跟娘睡去啊！前面就是武器春江。哟，是这就去。哎。 你们是谁啊？ 哪个村的？你们找谁啊？别人！哎，鬼子！鬼子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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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鬼子
全家都在，把箱子交出来。什么箱子？我不知道。我鸡蛋你不怕死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家人？把箱子交出来，否则我杀你全家！西川，赶快告诉他们！你给我闭嘴！ 你把我家人先放了，我就把箱子交给你。别给我耍花招，否则的话，我一枪打死你老公和孩子。你先把他们给放了。走，西川，这，快进去。你跟着我，箱子在院子里。 小鬼子，你不就是想要那个箱子吗？老娘给你就是了。Yes，说，箱子在哪里？就在那棵树底下，我带你去。不用，留下去，麻烦你一下。哎呦！ 下去，好像没有。别，你骗我！小李子，赶紧带着箱子离开这儿。只要把这小鬼子给消灭了，就算我死了也值了。你是不是有现在就打死你？有种你就打吧！你这一问不敢问。等等，你不就是要箱子吗？我给你们。小李子，不能给他们，那箱子很重要，你快点拿着它离开这儿，快点开箱。就算老娘死了，你以后。 记得在坟头上给我多上上香就行了。西川，这件事你得听我的，咱们先把箱子给他们，其他的事咱们从长计议。不行，还是李营长识趣，把箱子交出来。我现在就把箱子给你们。小李子。
小李子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把箱子给了他们，咱们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快把人放了！一手交易，一手交货，你先把人放了，你先叫绳子。娘的，小鬼子真他娘狡猾！交箱子，岂不是我一枪打爆他的头？嗯。 箱子，举起！是不是这个箱子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金属箱子。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 小李子，真是好枪法！小鬼子胆子越来越大了，竟然敢偷袭我们！走，咱们赶紧追去！不能追。他既然敢偷袭，前面肯定有接应的人，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。回去吧。走，走，走吧。